那个要比较难咽的，血比较好咽的。来下的时间，我今年18岁，就是个医生，简直是人生赢家。你不要吹啦，38还讲自己18，不要脸。屌叉啦你！我跟你们讲啊，整个医院就我一个医生罢了，是不是很厉害嘞？我啊，还有一个很美的护士哦，不信你看。我的护士没拿件啊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。来，护士，过来。Please stop down。这个病人的血屎尿，你拿去医院。还要咩？很恶心耶！我叫你去，你就去啦。喂，验好了没有？血刚刚验好了，可是屎跟尿验还没有验好。什么？你气坏了没？屎跟尿比较难验的，血比较好验的。你的咽是吞下去啊？咽下去嘛？你叫我咽下去，我就咽下去哟、问号，我叫你是咽，不是咽，你这个跑去咽啊？老爷，鸡蛋糕你没讲清楚。啊，有开始，开始。